吕良伟最近复工，一口气接咗多套内地剧集同综艺节目，马不停蹄开工，目前正喺横店为新剧《烈马争锋》埋尾，稍后将会去到海南岛拍摄缉毒剧《毒票》，预计要到11月先可以完成所有工作翻香港。阿女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积压了很多工作，但是她并没有停下来偷懒。之前在香港期间，一直坚持锻炼身体，小心防疫，为复出做好准备。直至内地疫情受控，就即刻起程。抵埗之后，先隔离14日进行检测，再正式投入工作。问到咁频密拍戏，会唔会担心疫情反复影响安全？阿女就话，内地防疫措施好到位，佢喺横店几个月，一个病例都冇，可以放心。当然自己都唔可以松懈，坚持运动，保持个人卫生都系必要。口罩消毒剂随身，每日收工就即时翻酒店休息、运动，冇必要保持最佳状态。佢话太太同仔仔亦都好赞成佢喺内地工作，一家人每日视像通话，彼此关心啊。